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以勋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各位男性玩家们，还记得 PS 盛行的时候，只要家里的客厅有格斗天王，你就每天都是火热的电竞场地啦。而大家现在想要玩格斗天王，不必到客厅，手机上就可以玩到喽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因为格斗天王98可是首次在手机平台上登场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你没有看错，格斗天王真的正式登场手机平台咯。格斗天王98是格斗天王系列中唯一一款没有故事情节的格斗游戏，以单纯格斗为卖点，并增加了许多特色人物。这次登场手机版本也是以格斗天王98为基础，不仅可以设定街机上的四个按钮操作，还可以设置紧急回避等按钮操作，可通过简单操作也可以放出必杀技。特别的是，手机版本支持蓝牙进行对战，可以在手机上享受街机的乐趣。喜欢对战格斗玩家们可千万别错过咯。